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想他心理上一定会难过。那我哥他昨天晚上其实就是如果睡觉眼睛一闭起来，就会想到当初发生事情的情况，那心里其实还是很难过，而且那种画面会一直重复。那这种事情其实应该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，才能够。那他这样心情是比较平稳，但对这件事情还是会关注。那我大嫂也对这件事情。